主料蛋挞皮6个，辅料蛋黄2个，牛奶100克，白砂糖20克，玉米淀粉5克，杏仁片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全部材料，牛奶加至温热，加入白砂糖搅拌融化，加入玉米淀粉搅拌均匀，加入蛋黄搅拌均匀，搅拌好的的蛋黄糊过筛，加蛋挞水更细腻，静置10分钟，倒入蛋挞皮9分满，放杏仁片，烤至表面有焦斑即可。切开一个，真是香酥可口。烹饪技巧。